也赶到我们的现场哈，来参加我们的寿生联谊。所以在这个时候，展现我们狮子会的勇士那么样的荣耀哈。谢谢谢谢。那现在立益会长也要回赠纪念品给我们兄弟会慈爱狮子会的林朝鹏会长。这就是师仪，有仪至上，无物为先，在这个时候是深深的展现得出哦。所以我们参加狮子会，各位敬爱的师友，那是我们的福气啦，因为这服务会让得到足大足大的肯定哦。谢谢大家。曹鹏会长，谢谢。这个驻区总监特别助理吴佩莲师友也要赠送郭立会长纪念品，请吴佩莲会长上台，谢谢。感谢这主顾特别助理哦，把足听我的南方赛出会哈，福利嘛真好啦哈。黄金一两，黄金一两啊，会让大家哦，快来到我的会场参观一下黄金一两的纪念品，谢谢。哎，真要礼轻情重，谢谢，感谢。接着我们最有气质的，而且惠子南区的爷，第六专区主席要致赠纪念品给托利会长。好，爷专区主席，真要对我不够漂亮，我来牵着我们主席的小手走向舞台，将这一份最真诚的礼品赠送给我们。郭立毅会长，好，那现在我们的会长要，那现在我们会长要回赠纪念品给吴佩莲驻区总监特别助理。今天哦，回到社长到前方，在这个时刻，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师友们，都真的展开热烈的双手，将最珍贵的纪念品送给我们。最用心，而且啊，同心协力，再创高峰领导者郭立毅会长。好，谢谢。那接着就是我们的宜安专区主席赠送纪念品给郭立毅会长。真的非常的温暖啊。这个纪念品收到之后，就会永铭我心，真的永铭我心。觉得当会长是真的很好，虽然忙碌也是很好。那现在回赠纪念品给专区主席李英师友。谢谢，感谢我们专区主席李英师友。紧接着。陈顺利主席要赠送纪念品给他所属的分会南凤狮子会的会长郭立毅师友。专区主席赠送郭立毅会长的纪念品哦，真的很亮很丽，如同我们郭立毅会长的。形象长得非常的艳丽，非常的甜美，辛苦了，谢谢。好，那现在郭立会长要回赠纪念品给所有分区主席陈顺利师友。感谢哈，我们的所有分区主席顺利，就是凡事都是非常的顺，而且利益钱财都往我们这边来，谢谢，感谢分区主席顺利哦，谢谢。那现在会长要回赠纪念品给顺利了，好，谢谢。那接着南凤狮子会的前会长暨全体的师友要赠送纪念品给我们最有能力、最具有领导力的郭立毅会长，请我们前会长还有全体的师友上台。好，上台，好，谢谢。各位，请给我们哈热烈掌声，因为哈这个礼品哦，这份纪念品哦，真的得来不易哦。你看，非常
非常的特殊哦。
刘慧雅财务啊，还有张佩泉干事啊，总管陈立荣师友啊。好，谢谢。哦，那真的是秘书、财务还有总管哦，以及我们的师友干事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陪同着高丽会场哦，哎，就高级开上山下海，完全拢参与大汉的活动，所以哦，副会长哦，真正深深的感动，这个时阵上纪念日，表示对的敬意，哦，这个是哦，咱会长参加活动的所在，凡事都存着感恩的心哦，好，谢谢。好，那现在这位就是我们的总管陈怡勇总管。请李东元执行长上台，哦，将这一份礼品赠送给我们郭立义会长。啊，我的官位嘛有够一个呢，而且哦，大家哦，伫个结束的时阵，拢要拍面照啦。来，执行长尽速把你的礼物送给我们的郭立义会长哦。捐血，捐血，捐血一代智人真的无限，所以我们捐血活动办得非常的辉煌，谢谢。那回赠纪念品，会长回赠纪念品给捐血文会执行长李东元师友。好，谢谢。舞蹈会嘉里狮子会会长致辞，请你最。